趁你现在还没来，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准备的情侣假日轻松游的行程。带女友出去玩的景点非常重要，第一点要有好吃的，第二点要有得玩，第三点这样旅程要可以制造回忆，第四点最重要的不能太累，还要让他们美美的。所以跟以往不一样的是，今天我们不用大众交通工具，因为我们在中租租车租到一台车，准备带燕婷自驾莺歌半日游啦。哦，好，马上过去啊。Hello， 我是燕婷。Hello， 巨人。今天的巨人难得说带我出去玩，重点是他还租车。天哪，超难得！像这种那种潮湿的天气，我头发超容易塌掉，所以坐在车子里当然是最好的啦。拜托，我是暖男哎。但我现在觉得好冷，车呢？走，但是你必须蒙住眼睛。我还要蒙，我不知道会不会塌掉。不行，赶快蒙住眼睛。蒙好，蒙好哦，走。我不能看对吧？对。走慢点啦。好，走走走走。好，来，三二一。哇，是柴犬呢、啊！是不是很可爱？请称呼它为柴宝。哦，你很会做。对啊，想不到吧？帮我拍照。好，你手机拿快快。这么可爱的财宝车是在中租租车租到的哦，重点还送可爱的财宝抱枕一个哦。哎，走了啦，你还在拍什么啊？这车这么可爱，我当然要骑出去啊。好了，快点啦，出去玩了啦，走了走了。好，等一下等一下，帮你开门。哦，你今天很严肃吗？也会让你跟公主一样。来来来。出发出发！算来呢，今天我是来享受的。哎，没错。但是呢，身为个优质的副驾，你知道吗？除了要陪你聊天，我还准备了小游戏。啊？这爸吗？当然有的。哎，拜托你，从大学毕业之后是4年没开车了。没错。哎，你紧张，我更紧张哎。不，我还是要注意安全。对，但是这个游戏呢是不会影响到开车的。嗯哼。OK。OK。今天呢，这个游戏是极致歌王。极致歌王。对。张帝嘛。哦，对，你也有听过。哦、有有有吧？以前综艺节目有播的。好、嗯、今天呢，我先开始。好来。好。1、2、3，来！今天我们要去哪里？该不会是那个我们圣地？好不容易租到车子啊，最好给我看到你的诚意。哇，你还押韵啊！拜托，哇，出演音乐剧。来，来个题目。那就今天的车子主题好了。嗯，柴犬。柴犬。柴犬真的非常可爱，这车到处都有财宝存在。如果你嫌不够多的话，还可以租车把宝证带回家。哇，哎，你很厉害耶！说吧，只不过就是 key 不准了点，然后还相应的接业配这个部分。叫声大师啊！你说哪一个部分的大师？走音大师。这次巨人租的财宝车，除了车子外观有可爱的财宝之外，内装也是很讲究的哦。不管是抱枕、后照镜、排挡杆，甚至是安全护带，都是财宝图案，简直里里外外都是惊喜。有了安全护带，就算吃太饱也不会系起来卡卡的不舒服哟。如果喜欢财宝的朋友呢，记得12月15号到明年的1月15号呢，要到中租租车哟。而且现在还送抱枕哦，现在不租，你等什么时候租呢？我们到了，这也是莺歌的光点美学馆。这里超特别的，你看屋顶是镂空的设计，而且建筑是挑高的，里面还有很多特色的商店。哇，真的很适合今天气质又文青的我。什么意思啊？没有啊，没有。走，我们去逛逛。走。干妈点，我想看干妈点。啊，走啊，我们看干妈点。好逛哦，你看，如果那些人喜欢手作商品，又或者是文青小
物的人啊，就一定很喜欢这里。没错。但说到英哥，你看到这些陶瓷商品，为什么没有带我去手拉胚啊？走啊，我带你手拉胚，走。他今天的男友力怎么那么高啊？真是越来越帅了，好有魅力哦，今天。啊，不是要手拉胚？嘿，笑笑笑，挡路，手拉胚啦，怎么打的？哎，话说我可是我们以前幼稚园舞伴啊，最会手拉胚的人。哇，那我们来比一看，谁念比较好看？我是怕你跟不上我的才华，走吧，手拉胚喽，走。Go！吃大餐。你这次行程真的办得很好哎。当然，暖男教科书不是盖的，这次不止包办行程，我跟你讲，我连卫生纸、卫生棉，还有湿纸巾我都有带。宝贝，你是队友，另眼相看。哎，我还没讲完话哎。哎，它这里很特别，你看，它的建筑是日式的，结果菜单是欧式的。来，想吃什么都点。那个意大利面，里面三个都来，一个面包，然后再一个锅巴饭。这样吃完吗？你可以解决一切。来，然后饮料的话，奶茶不饿，然后再外带一杯。不饿不饿不饿。沙拉。可以可以。要烤鱼吗？担心，中租租车首创租车不限里程数，我们想要怎么安排行程都可以。那这样算是租车业界里最划算的哎。当然，像我们再去宜兰也不是问题。那我想去花莲哎。不，我突然肚子很痛。说掉去那么远，就问题蛮多了哦。今天的行程简单又舒适，好险有中租租车，让我顺利完成轻松一日游。最重要的是能让燕婷开心。还车前，现在加个油吧。车的加油是加多少付多少，不会依照里程数另外收费哦。快快快，速度速度！好了，现在我们的行程都结束了，请问我们的公主给几分呢？我想一想，行程表现食物20分啊，才20分？开玩笑，你的财宝。总体加起来就是100分哦，好险有财宝车。所以如果你约会想要给另一半惊喜的话，要到中租租车预约财宝车，这样你的约会行程就会更加分喽。和我们一样喜欢财宝的朋友们，赶快到中租租车预约财宝车哟。